好，我们现在再重述一次我们前面讲过的 VD 图的重点。VD 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，一条直线就是一个加速度。割线是平均，切线是顺时。直线如果越斜，加速度就会越大。另外 ，VD 图的面积代表的是位移。我提醒你注意，那个是位移，位置的移动，不是位置。本来在一，跑到了五，位移是四，我算出来是那个四，不是那个五，不是那个五。OK， 教授给你提示的内容，然后于是再做一些问题。不用算，观念。请问你这两个，这个线基本上是翻过来的，也就是一样斜。一样斜的意思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加速的大小是一样的，可是有些意义不一样。这个我们类似的话，我们前面问过了。这两个的面积都是位移，这两个位移有何不同？这两个位移有什么不同？帅哥九号，九，这两个有何不同？方向不同，来，方向不同，一个正方向，一个负方向。请问你哪一个正方向？上面还是下面？上面，请坐下。上图又是正方向，下图是负方向。上面的是正方向位移，下面是负方向位移，这个是重要的观念，我们要用。来，在停车站借问，这里有一二三四四段，这里有一二三四四段，请问你这四段里面加速度、速度、位移的方向跟速度变化为何？方向叫做正方向、负方向，然后呢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，不变。一个一个回答，先看一，再看二，再看三，再看四。第一段，这里第一段这个图，速度加速度位移的方向，然后它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。第一段，停车站借问，帅哥男二十七。二七，速度、位移、加速度、方向、正方向、负方向，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小之类的。面对微笑，南山大丈夫说不会就不会。您坐，没关系，我刚才问你一个，下一个有这个会，下一个就是第一个答案讲出来就暗示你了，你就该会了。第一段速度是正方向哦，可是加速度是什么？负方向。我们讲过，速度跟加速度如果是反方向，速度会越来越怎样？小，对不对？它速度越来越小，肯定有问题。位移呢？上方要正方向位移，正方向位移。然后呢，它的速度呢，基本上就越来越怎样？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因为反方向嘛，越来越小。OK， 好，位移是正的。啊，以此类推，二的时候怎样呢？一就暗示你答案了嘛，那二又怎样呢？来，刚才那位，起来。速度加速度位移，正方向、负方向，速度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。Louder 对着我说，加速度正方向、负方向，加速度正方向、负方向。负方向，速度也是负方向，位移，位移也是负的。那请问你速度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。速度是负的，加速度也是负的，所以速度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。你刚不说小吗？改成大。五、四、三，大，请坐下。速度是负方向，加速度也负方向。跟你讲过，速度跟加速度如果方向一样，速度会越来越怎样？大，
它是负的越来越多啊，看啊，负的越来越多啊，越来越大，然后呢，位移也是负的，刚刚讲过的位移是负的，负方向位移。好，这叫做第二段。那同理，第三段呢？第三段如何？就是观念而已嘛，弄懂了图的意思嘛，你就会了嘛。啊，强调跟前面讲过的嘛，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会怎么样嘛？反方向会怎么样嘛？上方是什么位移？下方是什么位移嘛？刚刚都讲过啦、啊。来，现在要找的叫做可爱大帅哥，可爱大帅哥二九，二九，二十九，超帅，世界帅。第三段，加速度正还是负的？速度正还是负的？位移正还是负的？然后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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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速度正还负？不知。速度正还负？还是不知。位移正还负？位移正还负？还是不知。位移是正的，速度也是正的。加速度呢？负的。很好，请坐。恭喜你，完全猜错，没个对的。这个速度是负方向，但加速度正方向，速度跟加速度反方向，速度越来越怎样？小，你看越来越小，负的越来越少，对不对？变零，对不对？越来越少，没有错嘛。然后位移呢，也是下方是负方向位移，放在一起。然后这个速度渐减，因为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加进去。OK， 这个了解之后，下一个就该了解了。二九，继续，欢迎你。你啊，你不是二九号吗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第四段，加速度正的还负的，速度正的还负的，位移正的还是负的，然后速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小。李工长，速度是正的。加速度嘞？啊？加速度也正的，位移嘞？都是一样的。位移正的，都正哦。好，那问你速度越来越小？啊？越来越大。啊，你的同学对你不错了，给你报正确答案了。上面那个是上面那个第一象限，就是速度为正值啊，所以呢速度是正的、啊，然后呢加速也正的，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，速度就越来越大，你看正的越来越多啊，然后呢上方就正位移啊，正位移啊，然后速度越来越大嘛，因为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，所以速度就会越来越大嘛，越来越大，然后你把这四个选项看完之后，你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，就是。位移的方向跟速度方向是一样的，这件事我后来会再教一遍，这件事我后来会再强调一次，速度跟位移的方向是一样的，正方向的速度正方向位移，负方向速度是负方向位移，这件事我后来再强调一次，这就叫做不要算，看图就能够了解，这也考过啊，不要算啊，看图就能够知道的事情。好，希望你能够理解这图形上所代表的意义，谁为正方向，谁为负方向，它应该要变多还是要变得少？这是我们前面教过的，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，速度越来越大；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，速度越来越小。VT 图的这上面上方第一象限的是正方向位移，下面第四象限的是负方向位移，这我们前面都提过了，再帮你整理一下而已。OK。